OK，看见土屋的方位了。这东西咋用啊？我看一下。开小兵试试，小兵也就那样了。全部队友标记完成。那我呢？啥呀？陆奇石是什么？哦，我要看他哦。那直接切视角、卡视角不就行了吗？我能扛一刀了吗？你鸟啊！哦，我懂了，这鸟就是一刀，来打一下试试。秀呀，大兄弟！能叠几层啊？那给他扛，他虽然就是能挡刀的，但还是会给土夫存在感。我看看是持续的还是永久的。还行吧，退出去吧。哦，每挡一次伤害，他的交互速度会降低，这个没什么毛病。反正你一局也挡不了几刀，这小副作用没用。那他还行啊，他没有修机减速，他可能会上排位。他又能挡刀，肯定是能上排位的。相当于一个，没有那个，相当于是一个帮助队友，然后自己能扛刀的一个盲女，啊，就弄到这吧，看他能不能活出公演服了。